你也是在这里，你就是说你也是在这里借宿？不是，我原来在这工地做工的，他妈停工了，我一直坐在哦，上面没有走。我去新疆的，骑车。骑车去啊？啊，明天就走了。这么一点柴火，它都烧得这么旺，这就是下面有鼓风机的作用。看，这一根柴火它烧的，走喽，可以可以，不能碰啊！现在温度应该很高的，上面可能要搞个毛巾，湿毛巾，直接把它给倒掉吧。还在烧，冷一下吧，这个。只能再烧一下，最后一根柴了。总体来说还是相当的满意啊。以后在路上有柴火就烧柴火吧，我感觉这个火啊，比那个就是卡式炉的火旺多了啊。晚上的话，准备烧点水，洗个脚，洗个脸，因为现在这里有水嘛，过2天出发了，就不知道路上还有没有水了，有的时候就用一下。今天吃了整个西瓜，连饭都没做。吃点水果好啊，对身体好啊。晚上7点了，马上天黑了。我一个人居然在这里住了2天。我觉得我现在非常快乐。至少比以前快乐，虽然辛苦一点，但是辛苦是磨练了自己的意志，是吧？其实辛苦一点也蛮好的，总比一个人待在那里，是吧？一个人在待在那里强。能出来看看风景啊，给大家拍一拍风景啊，分享一下自己在路上的这个经历啊，是吧？我觉得蛮好的。水温差不多了，可以了。
今天晚上好像没有什么蚊子啊，早点去帐篷里面吧，好了朋友们，休息了。今天晚上菜也没做，饭也没做，就吃了个西瓜，5块钱的西瓜。今天其实开销很低的，今天就用了，今天开销只有10块钱。如果不算中午在外面吃的那个鸭子的话，今天开销就只有最多10块钱吧，可能7-8块钱就可以了，确实蛮省的，蛮省钱的。其实省不省钱倒无所谓，主要是自己喜欢这种生活方式。晚上10点了，朋友们，肚子饿得呱呱叫啊！下午没吃饱，一个西瓜不行，所以煮点米吃吧，配上昨天的榨菜，吃吧。这次没搞多啊，你看，这么一点够吃了。再那天搞多了，浪费全部倒掉了。先来。隔壁还有个邻居啊 ，Hello， 哎呀，你是在这里上班吗？我昨天就看到你了。你也是在这里，你就是说你也是在这里借宿？不是，我原来在这工地做工的，他妈停工了，哦，坐在上面没有走。我去新疆的，骑车去啊？明天就走了。这两天今天主要是拿快递，不然今天上午就走了。你骑个自行车？是啊。不行吗？你昨天回来也没跟我说话。我以为是以前他们那一部友还没回来。哦，好吧，他们现在去哪了？都不住在这里了。在其他地方找到工地做吗？然后又搬走了。哦，那现在这都废弃了，这么多房间，全部都没有谁住。你一个人住在这里？对啊。你不害怕？怕个鸟啊！这有什么怕的？我一看这里都要拆了，重做的，可能以后是吧？肯定要拆的，就是上面那个工地，如果开始做的话，它就要拆了。好的。你是白天上班，晚上回来啊？我看你回来也很准时的，上午也不知道你啥时候走的。早上反正就6-7点钟就出去。明天我也要往那边走了。你一直骑的是自行车？我之前是自驾游的，他们都说那些网友开的吗？他说你车不开，搞个自行车累死。我之前开个房车，开腻了，开了几年。太牛逼了！哎呦，我觉得锻炼一下身体，蛮好的。有时间的话，动一下也是很好。是的。你自己煮饭吃？刚刚晚上只吃了一个西瓜，突然肚子饿了。你想吃煮点米搞点杂菜算了，突然就肚子饿了。我昨天以为我那工友他们回来了。哦，那你都没跟工友打招呼。我昨天我他们也不是太熟悉了。好吧，去年住了1-2个月，然后我大多数时间都没在上面。哦，他们搬走了。你一个人住在这里？那这里的水电费都一个人出吗？那谁出？公司出。公司还出？我管他个屌。他们都去哪了？之前应该都在这里上班的，都跑哪里去了？他各自找到活就各自走了。啊？人家找到其他的工地干。老板也跑了。那这些房子装在这里谁建的？出了多少钱？这个是要拆的，这个是。当时建这么大几栋楼，那是谁投资的？那不赔死？这个赔个屁啊！这个。这个是以前的这个厂房嘛，人家建的，然后那个开发商要做那个楼房商品房卖了。这个做商品房卖啊？对，他拆掉，他要搞那个楼房嘛。那但是开始建这个也花了多少钱啊？
这个是人家以前的这些厂房的那个办公楼哦，厂房已经搬走了。对，他就是现在准备，我也上次想这里应该准备做商品房的，在这里都要拆掉，对，全部拆掉做商品房。那估计最多一两年这里要拆掉。可能，如果是上面的工地开始做的话，要不了一两年。钱到位的话就很快，就开始了，那边都开始建了啊！我看，那就去年做嘛，做到今年做了，做到三月份就停工了。他妈，现在工钱又没有付了，我们从三月份到现在一毛钱都没有得到。那你就住在这里，你白天就去那个市区上班，有几公里是吧？我去下面那里没多远，我骑个摩托车下去几分钟就到了。好吧。这一个一个人的话，可以吗？我操！那应该还有一家人吗？还有一家人哦，我看了，我往那边去了，那边有一家，我看到晒了衣服，今天白天去的。他们说浙江那边过来的，他们天气热了，到这边来避暑了。避暑？他那个房子是租下来的？不是，他那个也是，应该是开发商，好像是他们那里的。哦，熟人。还有那边还有几个人住。哦，好吧。这几天的话都还有人，前段时间他们整个一大片就我一个人，整个就一个人。那之前有没有住很多人的时候？很多人也没有多少，就是个二三十个人。那不这里空了几年了？这里也没有空几年，就这几个月吧。去年的时候还有人是吧？很多。今年三月份的时候都还有很多人的。哦，那三月份都还有很多人。对、我当时往那里下来，我一看这里一个人都没有。骑个自行车去西藏真的很牛逼的。是吗？哎呀，一天走慢慢走嘛，又不走很远。反正到哪里累了，想休息就休息几天。是啊。你看那个。好的好的，明天走喽。多玩几天吗？还要玩几天？玩了两天了，够了。只是没跟你们说啊，这边住了一个隔壁的，昨天晚上我就知道，但是我怕别人赶我，所以没跟他打招呼。是一个小伙啊，我当时不知道住的是谁，昨天晚上我就知道他晚上回来的。反正明天上午走了，也认识了一场，也算缘分。搞一点啊，杂菜。搞一点花生米，如果是在家里的话，我就开始炒菜了。哎呀，在外面没有菜炒，就这样感觉已经很不错了。饿了，还有一点，还有新鲜的米饭就很不错了。看，稍微还有一点夹生。也能吃，感觉肚子饿了，吃什么都香。